三轮的我的节目我的进行到就会唱啊，春宵之上两人来唱我的传统的歌曲，传统的三台一条，大家给你掌声来分享你春宵之上来表达。现场的各位中共各位贵宾，韩国人的客家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嗨，彭业春，今日咧为大家带来安尼客家的那个哈传统的山歌，啊，今日带来三台条，有那个平板山歌、山歌子，还有我讲今摆是从阿公的安度老山歌，请大家不爱中上。不好意思，他们，好。要麦克风收一下音。好，马刚才先来介绍五位的乐师：黄庆光乐师、黄丁健乐师、林福胜乐师、徐秀菊乐师，以及我们的刘纯畅乐师。好，第一首带来是平板。Oh,
介绍两位老师带来两首歌，我们都闹五港的对冲。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徐秀菊老师以及我们的刘纯章先生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挑战个表演，阿里阿唐东，你唱了一个演唱吼，你唱谁谁看起多台的哈，看起过上个进步，认认一个新功，走上事业巅峰吼，非常个了不起。有个当做专业做青年才天时都当做表演，所以大家来掌声来鼓励一下好吗？什么台噶？啊，啥嘞呢？阿里阿里看那个表演节目，我都咪傻哈。系伊朗之前个母语演唱节目个台比赛个客家族提前名。也是二零二二年金金奖最佳的新人奖哈，一下记得表演曲目系列个曲折到绕南绕。嘿，
因为俺个 Miss 啊非常后生个一位客家是阿妹哦，今年爱俺个唱歌哦，在2019年，伊也得到哈维菲个播出《逐梦计划》，行到外国去，将俺有名个客家歌曲，唱完外国人从古巴、秘鲁、阿根廷、印度国家个乡亲朋友，也做得谈到俺个客家个歌曲，故说俺个客家个母语、客家个歌谣，真经是。非常好的做得传承，做得传到外国去，将人家客家文化发扬光大。